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说呢，地藏菩萨广说因果这个题目。地藏菩萨在地藏经或者是其他的大圣经典呢，时常提起呢，这个世间出世间本来就是一面的因果啊。哦，你生活的点点滴滴，那了小看呢，无好。哦，代志无做无事哦，都落入这因果啊。所以修行伫生活当中修啊，你所做嘅行为，你动嘅念头，拢总跟因果有密切嘅关系。我定讲一句话，咱人总是咧铁铁当业主，足够正就对了。哦，北京语叫做瞪着眼睛说瞎话，目睭金金都真正常哦，但是讲嘅呢？拢满于因果，唔相信因果，否认因果。乃讲世间有因果哦，后头代志看袂到啦，一句话就给否认掉。你听你家己呢，吼吼，唔知安尼向咩回答啦。但是要讲一句话，因果你唔相信吗？你唔相信伊嘛存在啊？你甲相信伊嘛存在啊？因果唔是信唔信的问题，是你若有迄动作。有迄行为做了家己，当下就落入因落去啊！当时要产生果报呢，金甲干净，万甲呢，两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乃至来世，总是会产生果报的时阵呐。我批论者，纪念你听呐。我正讲啊，我甲你阿耨赞叹，就是因呐、啊。结果听你家己呢，你欢喜心对如本法师印象真好，就是果啊。欸，我给你嫌，讲话给你口口舌舌，讲话给你吃，我给你诽谤，我给你糟蹋，这就是因啊。欸，结果呢，你心情对我就有意见啊，你心内呢就未舒服啊，你心内就未快活，对我有成见啊，对我呢就甲攻击啊，这反面倒转来，反射倒转来，这就是果啊，太唔是因果哩。开快车就是因啊，结果闪袂离，给人收藏呢，这是果啊。哦，你认真读册就是因啊，榜上有名，这就是果啊。你难识笨蛋唔读册呢，哦，优秀好闲呢，爱耍爱佚佗就是因啊。结果考试呢，未 pass 过，未通过就是果啊。啥物代志唔是因果？你生得有气质，有人缘。就是你有修忍辱性啊，知影买花吼来降福啊，哦啊渐渐心灵转境，定忧心呢所变化过啊，慢慢你相貌呢有自卑相，有气质，生缘投，生真水，有人缘，这就是果啊。你爱共笑吗？爱共娇，爱共酸，未随意，孤独单身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这就是因啊。结果你相貌逐天就憔悴，面就咧甲规球成苦规面咧，然后心灵转向，心无健全，心无健康，心有病，就是因最后相貌成憔悴了呀。这就是果啊，逐项拢是因果啊。那么你唔相信因果，又搁活伫因果当中过日子呢？安尼是唔是讲瞪着眼睛说瞎话？哦，目睭金曲曲，讲袂出话啊！所以讲因果无分析尔，
那分析你家己啊，你未得无相信呐、啊，唔相信叫做未得啦，未得叫靠近洞歪啊，叫做怀查也入灶啊。哦，江苏大理啊，是唔是啊？无唔对。好、哦，你唔相信吗？不到腰就是阴啊，你走去厨房隔落把就是果啊，暂时阴果啊。哦，听你家己会欢喜心，哦，就是阴啊。你面露出笑容就是果啊！我当我甲你错落去、掉落去，就是因又搁搁改变啊，面又搁有落去啊，又搁是果。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伫循环当中。管是恶性的循环也好，良性的循环也好，总是就是面因果伫流转的当中啊。由不得来提起啊，由不得你啊唔相信啊，由不得你呢？无承认世间就是因果，这是真定的啦。稳定来讲，就真济啊哦。老兵，你知嘛？太死人一时抓袂着，无马上报应哦。唔过太死人啊，经过两当三当的业障现前，以免继续，互警察网去啊。就是果啊。哦，所以说因果报应有早，哎，啊有远的，有稳定的，有会马上报应的。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唔是无报，是时辰未到啊，是时间因缘还未具足尔。啊，等下具足时间啊到爆发的时呢，你躲也躲不了啊。你无听世间人讲啊，当你业障要破的时，业障要现前的时啊，哦，新鲜难求无命去，阎罗注定三更死啊，绝不留人过五更啊。这一定是流露出呢，世间就是因果循环的一面因果，哎，就了解吼，我你未假哩啦，假也假不了啊，未因为你唔相信呢，因果准是无去啦，你不要相信伊嘛存在，唔相信伊嘛存在，哦，那么何况呢，你有咧动作，有咧行为，这当下就做下这因果落去啊，看是善还是恶安尼尔。好，咱稍有讲一个问题，注意听好哦。讲万法为心呢？何为万法为心做呢？就是讲你所做的行为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动作，拢总未当离开心。心动这个念头，有这个思想，有这个观念，产生了后，付出于身躯，这个嘴，甲动作去做，当下。敢会当离开这条心？万法就是你心所有的造作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方便叫做万法，何止是万法呢？一法和超法嘛是同款呐，代表数量非常的多。像我欢喜心，敢会当离开心？哦，我痛苦心，敢会当离开心？我这闷闷不乐，敢会当离开心？一切万法拢都是为心所发露出来啊！动这念头就是一个法啊！你看你动外一念头，无量无边的法，无量无边念头来自于你心的发动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叫万法唯心。啊，离开心万法不可得，离开心并无万法，万法是由心所造所发动的，要自了解吼。所以离开心一直拢变动啊啦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《金刚论》一讲好。吼、哦、吼，要听嘛？啊，听这几句。哦，伊个心呢，讲出呢，伊真相出来。个心呢，伊动向讲予人听。个心伊本体讲予人听。讲一人呐，如果无心的位置呢，福也无有成就啦，功德也无得成立啦。哦，天堂地狱也无得诞生啦。一切万法拢来自于你心的自作所感报的一个事实。来，注意看好哦。演讲，《金刚心论》云：“佛由心生，道由心学，德由心积，功由心修，福由心作，祸由心为。心灵作天堂，心灵作地狱，心灵作佛，心灵作众生。”是故心正成佛，
心邪成魔，心主是天人，心恶是罗刹，心是一切罪福的精子。若有人恶自心，把这定做得主，不做诸恶，当修诸善，以佛行持，入佛行愿。佛说是人不救成佛，这是完全讲出一句话，万法唯心做的道理。难道佛不是由心所造作而成的吗？如果呢，佛离开心，讲当成佛，皆为魔说。无心不能成佛呢？因为佛由心所成啊，受福报、受智慧、受慈悲、受愿力的坚固，最后福慧圆满的时阵，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也好，受福报也好，受智慧也好，慈悲心也好，会当离开心面啊，未当离开心啊。所以佛是由心来成的，百分之百正确。道由心学，你学道，学三宗十二部教典，学因果，学净土，学禅宗，哦，学如来的教法，会当离开心耳啊，未当离开心。所以佛道是由心呢来学起的啊。如果你无心咯，如学道？如果你无心咯，三宗十二部教典如何成就呢？要如何明理？哦，无法度。所以个道由心学。哦，啊，德由心积啊！哦，你做真是功德啊！哦，对众生平等啊！哦，帮忙需要帮忙的人啊！你恭敬说法，累积你德行呢？难道会当离开你心吗？未使，由心慢慢累积，像一杯水吼，一天滴一滴，一个月滴三十滴，一年的滴三百六十五滴啊！啊，虽然一时看伊未顶满起来哦。唔顾你放心，未堪你低估啊！低估了，叫刻度嘛，一站一站，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，最后满啦。得由心积起来呢，哦，所以一人万德庄严，遐尼有德行的人，我相信，凭伊一世的人所修是有限呐。伊遐尼有德行，德行圆满，众望所归，大家所尊敬。普天同庆的人，即款已经道行累积有修行的人啊，所以德呢是由心所慢慢积起来啊，一百分。哦，佛是啥物？一百分的人啊，功德应圆满人啊，所以个万法为心做道理啊，功由心修啊，三功，功就是爱明心见性。进入于本体，你参禅悟道，无觉死来混迹。哦，修觉呢无眠无日，修觉唔长剃头毛，修行修觉指甲都都长，修觉呢身躯嘛上个唔长细。逐天呢正念三宗十二部教典，目的是为了啥？为了明心见性啊，就是讲啊。哦，徛伫自多自利来讲，讲就是呢。咱自己要明心见性，哦，立功啊，积德啊，那安尼的时阵呢，会当离开心的啊，离开心要安尼修，所以这是万法唯心的道理啊。所以一人明心见性，那么以千修万修正修道修贪嗔心来修行呢，拢总未当离开这条心，因为呢，功由心修啊。过来，福由心作，你受福报啦。逐天为三宝做工过，逐天为别人服务，哦，你做一个民意代表，你嘛爱受一个福报啊。帮忙人民百姓，为民好色啊。哦，伫个政坛呢，有法度呢，还立足啊，为民服务啊，受福报。啊，受福报会当离开你迄条心未啊？未使哩。啊！离开心就变人啊！这有心无灵魂，变一个空壳的一个肉体而已啊！哦，行尸走肉，麻木不仁啊！安尼要如何来帮忙他人，
来为民效力呢？要如何来转代法轮做犯法的分数？无法度咯，所以袂当无心嘛。福报也好，功德也好，福也好，道也好，拢总由心做啦，叫做万法为心做道理。何以有心为？哦，敢若是福报哦，为心修哦。那么今仔日你在乎嘛是心所为？你开快车，哇，想袂离开到收藏里啊！哎，六位车看平，酸来绝国去啊！或者是你共扯共交共酸，心所为啊！离开心会共扯会共交呗，无在调；离开心会杀人呗，未杀人；离开心会共邪淫呗，未邪淫；离开心会妄语、会低语、会恶口呗。因为你所有在乎拢是心所为，这是万法唯心的道理。心灵作天堂，你八分命中业力感召呢？哦，感召一天定去啊，是天堂去啊。哦，天堂也是心所为啊。哦，啊，心灵作地狱，到尾感召对着这无间地狱啦。阿鼻地狱啦，这会当离开阴昧啊，你自己所为啊，所以讲心灵作地狱啊，心灵作佛，哦，心灵作众生，你要成佛要做众生，拢总是万法唯心呢、啊，看你要安怎做呢？这自由权在你手中，哦，一切你家己当做主的。既然家己会当做主，唔是神明送你落地狱嘅，唔是佛祖甲你提起起来，一切呢，事在人为啊。哦，所以心灵作佛，心灵作众生啊。既然你会当操盘，会当控制，会当主宰，自由权在你手中诶，你为何不爱做佛？你偏偏要做众生，对落地狱呢？安尼是不是真无耻？互智慧人怜悯甲同情呢？无唔对，所以结论讲啊，讲是故心正成佛啦，心若邪就成魔，哦，心若慈悲就感召做天神，心若恶呢就做如出鬼咯。心是一切罪甲福的精子，要罪还是福报功德，还是呢罪业呢？一切呢？拢是心去作为的啦，所以佮讲如果若有人呢，哦，悟明伊心地，明心见性，然后建立伊禅定，哦，家己渐渐哦会当做主啊，心能转境，哦，境是随心所转，哦，伊已经会当随心所欲，发来就来，发去就去，生死会自在啊。啊，明心见性会当做主啊呢！当时搁未做一切恶，哦，广修一切善法，按照佛祖伊行持的方法，咱甲行持。佛祖按照法愿，咱就按照法愿。佛祖讲哦，无偌久，这人就会成佛咯。唔使讲，讲佛虽是人，不久成佛，无偌久就成佛啦。吼吼！咱当初我迄时阵阿未出家啦，看到遮个哦，论波遮个道理呢，我就悟入啊，万法唯心呐、啊，离归心呢，一切万法不可得，万法由心生，心灵生万法，一即是万，万即是一，一即是无量，无量即是一，悟这万法唯心的道理。哦，说以我未我看出美感尔，这美感写未入去，刻未入去，安尼你搁离这个剑法八万四千里，说八万四千里这美感这个距离呢，看你智慧如何悟入这万法的道理。哎，搁念一遍哈，来注意看好哦，以最快的速度呢，甲笔录起来，然后。叫人家写字，迄书啊写较水哦，甲装一个镜框起来，挂伫恁的壁度。注意啊，恭喜啊！
按照这内容去修呢，会能浓缩了三藏十二部教典的精华与意义啊。安尼修行就有一个准则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标准呢，绝对无唔对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该如是修，如是正，如是得呢？来看好哦，《金刚心论》云：“佛由心生，道由心学，德由心正，功由心修，福由心作，祸由心为。心灵作天堂，心灵作地狱，心灵作佛，心灵作众生。是故心静成佛，心邪成魔，心主是天人，心恶是罗刹。心是一切罪恶的种子，若有人恶自心，把这定做得主，不做诸恶，当修诸善，以佛行持，立佛行愿。佛说是人不究成佛。好庄严的金刚心论呢，今日看到五入去啊，啊，今日用一个讲呢，就六入去啊，就进入这个万法唯心的道理啊。甲注意讲一下，如本大讲一句话，要听嘛，啊听这话；要看嘛，就看这道理。看到了义圆满的道理啊，较赢你呢。哦，忽然一波动呢，功德做一大堆啊。理性通，后边行路呢就轻松轻松。所以养修行人，悟明心地人呢，修行是不用吹灰之力啊，轻轻松松，快快活活，所以食鸡鸭饼呢凉凉凉凉的。啊，无悟道人去修行呢，较欠要抓一台啊。武家死来运气，武家呢我是贪官，武家结对恩怨呢。哦，所以修行一定悟道，哦，因悟起修啊。哎，就清净哦，好听哦。过来第七地藏菩萨安那讲因果呢？来演讲哦。若无坚定者，虽所求未圆满。那么这意思是安那讲？哦，讲地藏菩萨看一寡较健谈的、较高达、较淡生的人呢？哦，一个钱拍起世界，不惊伊这个提工资。哦，人阮什么会都呢做会到，就是比较较高达些嘛。哦，有人说高达个呢，我卖讲拍二四格啊，千千格，足高达个，真正世间人真侪即款个人物呢。佛祖甲你讲哦，你啊坚定哦贪心不舍个人啊，后卖感召呢，你所追求。所希望的你的目标无法达成啊，会无好报应。你知影吼？好看好哦。地藏菩萨，如果无了见贪吝啬的人，就说伊受着自己所追求的一切，都会违背不能如愿的报应。吼、哦，真清楚吼、哦。哦。你所追求的一切无法度如你所愿啊，违背你的愿哦，而这个报应原因为对来，你过得诞生嘛，健贪灵性嘛，哦，这健贪灵性就是因带来了来世呢，还是今生所求为愿，这就是果啊。我常讲果是由因来啊，无因就无果啊。因正的是奠定以后三千果报的未来生计啊，所以咱生活当中呢，爱生活谨言慎语，如履薄冰，这代志较谨慎呢。好、哦，忙呢，哦，有着一时的快乐，有着一时的兴奋，有着一时想袂开，有着一时的智慧不足，哦，做足了以后，真遗憾的报应，迄个唔好。千生万生的圣弥陀，所以生活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生活，离开生活并无佛法，生活干我，生活就是佛法，佛法你无干我，佛法就是生活，生活跟佛法是未我染净的差别，安尼尔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嗯，
人阮的名叫做清楚啊，那呢？啊，我讲伊名叫清楚啊，应该你恭喜哈。唔通讲人阮的名叫做糊涂的，好难食啦。人阮的名叫做莫名其妙的，好安尼食啦哈。对道理爱清楚，哎，那个修行免呢盲目乱修啦。哦，你看真济人个修行呢，足有神经呢。哦，看伊迄个态度、迄、那个行为、迄、那个动作，你是足感服个，真可修、真用功啊。食无好，穿无好，哦，啊，生活遐尼简单朴素，可是呢，不得其门而入啊，找无门路，哇，真可怜呐、啊。哦，种修行啊，才门路，门路若找无啊。拼一世的人浪费光阴呢，阁无得开悟成果，明知有义，无猜人命啊！你知影吼？好，那么佛陀是已经见贪灵识，已经净化圆满的圣者，所以伊所求一切拢如伊所愿啊！佛是未阁见贪的人啊！如果佛祖来见贪，讲佛祖敢拜类；如果那佛祖会见贪，伊我都成佛无啊，成不了佛。所以佛因简单灵识，因全部净化圣者。所以佛道绝对未简单啊。所以佛道恭敬说法，隆重令人正成佛的高义，无令众生呢来对这二圣人啊。你看佛道，你看三宗十二部教典，最后化小乘为大乘，回首向大啊，无人教。教呢，佛祖教弟子讲，咱修阿罗汉道哈，正阿罗汉道哈，正了就是圣人道哈。佛祖拢无呢，卖恭敬说便罢，那恭敬说拢令弟子来开悟证故成佛啊。所以佛祖是真贪啊，啊，家己佫成佛啦，佫叫别人正阿罗汉果，这分明就孤独单身啊，这心态有问题啊，哦，无平等啊，自私啊。但是佛祖安尼袂。100%佛祖袂自私，我成佛嘛令众生同我同款拢成佛了，哦，所以如本也抱这原则，你来看，前看后看，真看未来看，如本法师拢教人安怎，拢从发菩提心来成佛的，无叫人修这个阿含的思想、小乘的佛法、原始的佛法，我从来唔捌，拢教人修这大乘法。最后终极的目标，最后的宗旨，最后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伊成佛。这也就是如本法师一贯以来，始终一如，拢总教弟子呢来成就佛道之法，无教人修二圣人呐、啊，声闻万讲的，无教人去修这个原始佛教的，拢教人呢大乘法，哪有成就佛道啊？发大菩提心啊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！哎、欸，你做成就吼，这点非常要紧啊！有人来讲，因为啊，佛陀是《法华经》啊，有人讲哦，来看哦，诸经无上道，大乘平等法，若以小乘法，乃至于一人，我即对见贪，何庄严的几句话啊？诸经无上道，什么意思？讲我识听摩尼佛家己证成佛道，佛道就是无上道啊！哦，啊大乘平等法，大乘佛啊，拢说一切法空寂，大家空有不二实相的道理，哦，是人人会当成佛的道理啊！大乘平等法嘛，人人会当成佛啊！啊，我如来绝对无叫我的弟子呢来证阿罗汉道好。向人早期叫伊正成阿罗汉，迄是过渡时期。一个人厌离心真重诶，对众生无兴趣诶，我暂时叫伊正阿罗汉，佫出三界就好啊。有，我有安尼教着，但是最后还佫是化小乘向大乘啊。所以将来无叫弟子正呢阿罗汉二圣人尔，迄是过渡时期。我毋知讲。如果我有多一人来成就阿罗汉，还是圆觉声闻哦，我如来对见贪，对这个孤独，
啊，对健谈、对高达的粉呢，太幸福了，幸福了粉。但是佛陀伊就是无健谈嘛，所以人早就用幸福啦。哦，所以有只法华经会当来佐证啊。哦，证明了佛陀是绝对无自私的，是边境外来教导众生，令众生幸福的。好、哦，我当初看这种哦。我如本更加愈能肯定大乘法的庄严、的尊严，因大乘的就干咧幸福啦。十方三世任何一尊佛祖，绝对袂假意地出来证行声闻缘觉，哦，成就自性人尔。伊最后拢都倒归佛道，倒归幸福啦。所以去念一遍啊，伊最快速度阁抄起来哦。诸正无上道，大乘平等法，若以小乘法，乃至于一人，五执对见贪，诸位看清楚啊吼，甲最恭喜哈，好，讲啊真明白啦。那么这个见贪吝啬的人，成不了佛，伊所求一切不能如伊所愿，会得到这款报应呢。所以健谈诞生高德的人，以后未来的路会愈来愈窄，空间中一直无去，人缘一直散去就对了。所以成不了佛，但是以后伊如果若有所求，伊的目的拢总无法度如伊所愿呐，叫做唯愿，伊愿不能成就啊。好，那么咱来讲哦，健谈认识有六款的贵心啊，六款的罪过。无好带就丢啦，对啦款呢来看好。第一，贫穷下贱；第二，人不喜见；第三，孤独怪癖；第四，所求为愿；第五，以生活不相应；第六，个性自私自利。诸位看有清楚吼？你若如果高德诞生健谈的人呢，你今生来世渐渐会得报哦，会得到贫穷下贱的果报。你看社会上一些人，真侪贫穷，互看无够重，看无上目的人，实在咱也怜悯同情伊啦。可是自己所作所为、所受的因果、所受的报应，咱帮也帮不上忙，真无奈就丢了。咱无愿意普天之下每一人拢贫穷下贱，但是在伊个人的行为的自作，在因果律的状况的报应之下，咱想要帮都帮不上忙啊！哦，真无奈啊，所以唯有自救啊，如何自救？就是你家己都布施施舍做功德，慢慢啊把这个事实的给弯转、给改变啊。无尽的做善事，无尽的做功德啊，干嘛结善缘啊？安尼你命就开始改变啦。所以呢，啊，健谈高德诞生，就是因带来贫穷下贱呢，这就是果报啊。所以世间人看真济真善者人，真贫困的人呢，十个拢总是呢，多生累劫，较健谈、较高德、较诞生，唔经意死的人啊。好，那么最后听好。健谈健灵的过是第二个人不喜见，这当然啦、啊。你是个高达者，你是个诞生者，你是个钱拍二世界人，哦，该自私自利人，人人无想要看到你呀、啊，哦，鬼看到你都要想撇个，何况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人哦，做高达的，讲钱嘛，好、哦、钱上之。人都无真相知啦，但是讲叫伊喜舍做功德，帮忙需要帮忙人诶，伊走哪飞？你茫想欢喜哦，走哪飞？后摆你好本啊享尽啦，因为你自私自利无喜舍心，后摆你路就恶去。所以帮忙别人，等为自己破咯。哦，你布施喜舍，等帮忙你自己呀、啊。哦，你做功德，等于为自己破咯。我的福慧圆满啊，得利无一害啊，所以讲帮忙别人，就帮忙自己，道理如何说啊？
伊即马伫遐困苦啦，你甲帮忙啦。伊即马上脆弱的时阵呐，上需要人帮忙的时阵呐，伊即马强强要落客，强要倒头仔，强强要带起来人啊。嚯，你若帮忙一遍哦，伊永远记牢牢，卖互伊翻身变疤，卖互伊有机会变疤，然后爬起来哦，伊大大下阵纳一个互你，你放心，再个纳一个互你，会甲你回馈就对啦。我相信咱人是有感情的，我相信咱人是有呢，会知人感恩呢。即个虽然伊想要感恩，感恩无落来啊，讲钱钱无，讲事事无，讲能力能力无。唔过咱人唔是永远都善解呀。哦，若有机会来，伊福报现前的时阵，有机会来的时呢，会大大阵搭一个好你就对了，你唔免烦恼。当然，咱的意思唔是讲呢，帮忙别人就马上有迄气度有用意，希望对方来所谓呢，来呢回馈给我，唔是这意思哦。这自然的就对了，别因为你无这个念头，希望伊回馈，哦，伊就袂甲你回馈，别呢，哦。你个记条条讲，哦，你赶紧回馈我哦，你赶紧给我帮忙哦。哎，拄在讲就无解脱啊，帮忙别人，佮需要人别人给你回馈。哎，哎，人嘛，后尾惊死对唔对？但是你唔免烦恼，人都是有感情的，那这样知恩报恩呢？哎，就了解吼。虽然受人滴水之恩啊，哦，应涌泉以报啊，都是这道理。受你等下吹大时阵哦。哎，人帮忙你一点的水哦，一杯的水鸟哦，哦，你应该涌泉一步，一个水呢无滚水无安尼，哦，迄泉水出来呢，哦，一车好，两车好，水好回馈啊，咱人要有感恩的心，好，啊，你有感恩的心，你世间哦真净土哦，去到去个任何一个所在，拢处处拢该温暖，去个任何一个所在呢，人人都足好受，人家阿弥赞叹，给你欢迎。哦，要去了解吼、哦。总共一句，健贪吝啬的人有五六种的过失，第二叫人不喜见呐。人看你呢，走哪不赢呢？这个人就无价值、无意义啊啦，无一撮善心都无，自私自利的呢。再来，该健贪哦，该过得的人呢，第三个不叫过度怪癖，啥过度怪癖？这样哦，该过得的人哦。有另外家己思想世界，有家己想法，哦，啊，啥物物件既然占有，伊拢当作家己啊是牛逼的呢？牛逼你知影？牛身骨是块假身糖，啥圆圆呢？专门食牛的血，叫做牛逼，伊会输入，但是伊袂吐出来，叫做牛逼啊！人形形容一个人讲，做高档做当生的，唔经意下钱赚赚一大堆。对社会国家未关怀，咱称呼个牛逼啦，假成堂嘞，有入无出去啊！既然钱来啊嘞，伊就未够哎，回馈这社会出去啊！我钱欠欠一大堆，银行借借一堆钱，哦，啊，差两买买一大堆啊，股票炒炒一大堆啊，哦，直接是牛逼的呢，这是讲半讲讽刺的话啦。所以咱人那是有孤僻怪癖。哦，孤独的人，这呢，含伊健谈吝啬高不有关系滴。你一个人，这孤僻，这怪个性就丢了。来，我骗你一条听，讲哦，哎，单身呀，来，大家拢有应等下伫厝里呐，咱来泡茶好唔好？人阮唔爱，人阮要念佛。吼，啊是到台上去念佛了哦。单身呀，来，大家来念佛好唔好？人阮唔系，人阮要来泡茶，甲你假一个听你听，假乖就对啦。人要当伊就要使，人要男伊就要白个呐。人要啉茶，讲伊要念佛；人大众要念佛，讲伊要啉茶啊。吼，你小乖你听，即款孤僻、怪僻人、孤独人，即含伊健谈、孤独、单身有因果滴。有迄款人个则有呢。哦，那讲咩来？来哦，来去踏青佚佗行行，唔系，人我等厝念阿弥陀佛。啊，等后咱大众要念佛了，伊唔系，人阮要出啦，哦，海边啊行行，山顶看一挂青草物件。吼，你真欢喜。哦，一款地主，一款朋友吼，有啊，等于无啊啦。
五行五素甲人性的人，过来健谈，那么认识的人，伊那第四高步叫所求为愿，伊所要求的物件，所爱物件，不能称心如意啦，一切所求拢违背伊的心愿就对。哦，食力咯，你看我听一寡啊人跟你讲啊，讲是啊。用我的精神，用我的能力，一世人呢，投入我的工作，在我工作当中，遐尼拍拼哦，哦，啊，做个死来份子，做个一世人哦，但是一切拢赚无钱啊，不能如我所愿。哦，无生无死呢，老肺老肝，早早出门，晚晚才倒转来呢，但是所求一切拢不能如愿，甚至赚一寡钱，唔是无。但是趁即空留即空，趁迄边留即边，天未调咧。即真济真济所求不能如愿呢，含伊个坚韧、当生高德有因果关系哩。哦，所以愈愈虚下，愈做功德个人哦，伊钱财就愈大笔。哦，水沟个拍开，水沟个有石头哩，伊个高高起来，迄水就愈窜流啊，迄钱财就滚滚而流啊。啊，石头啊，你甲搞这个塌了掉，啊，水未流啊！我帮忙你，你帮忙我，啊，我帮忙你，帮来帮忙来，帮忙去呢，就愈窜流啊，钱会滚会走啊！哦，啊，你钱个金条条金久哦，为外在物质金金，甲为内心的世界，甲人闭掉、塌掉的，是啊。孤独怪癖，人不喜见，贫穷下贱，所求不能如愿。拢总是呢，别害无一利啊，你丢掉啊，这句话是较歹听啦，会死甲真歹看。生千万唔通啊，健贪零食高得当生，伊胳膊总是无好带啊。所以咱若讲所求不能如愿，你唔好咧怨天尤人，你怨天尤人，何不呢？你好好反省家己。何必当初无正啊？这哦，所求如愿的因呢？所求如愿的因，就是帮忙需要帮忙的人啊，多喜舍，多做功德。搁第五，你健谈认识人所得的果报，含善法不相应。善法的如来也教定，如来真理啦，未合啊，门生放未合啊。哦，含真理未合，哦，含因果未合，就以善法不相应诶。因为佛陀教你布施一下，你颠倒变，颠倒健谈认识，当然含善法不相应啊。较假你嘛丢掉，较假嘛落去，较假嘛贫穷下贱，人不喜见呢。哦，所以嘛做迄个负面呢，来做功德、做好代志、做正面的较好，嘛做负面呢。再来，健谈认识第六个步叫啥？个性自私自利，这点真要紧。你也看哦，社会上卖讲是好嘅人自私自利真多啦，善者人都已经咧善啊哦，伊嘛个呢，多生累劫嘅习气，多生累劫嘅习性呢，嘛个自私自利真多呢。咱哎呀，啊，咱来一寡钱来去。铺路造桥啦，帮忙需要帮忙的人啊，哪有去奉献？哦，哪有印经册？哪有去起事？哦，哪有要电视放个公经说法？需要经费啊，咱多多少少，行，卖啦卖啦，哦，啊自己都无迄个福报啊，啊明明福报大甲拄天哦，伊嘛讲个自私自利话，都反正伊也无爱布施，无爱做功德，伊歪理十八条条条有理咧。哦，伊就有在调甲你翻查加入走，将事绝理，讲到最后，你要甲化缘的人呢，全部都入场去呢。哦，所以咱为这人真烦恼啊，还去自私自利的。哦，下个听哦，以上就是讲健谈认识有六种的过性哈，看好哦。第一，贫穷下贱。第二，人不喜见；第三，孤独怪癖；第四，所求为愿；第五，以善法不相应；第六，
个性自私自利。好，注意听好。再来，这个布施啊，就是大偏袒啊。人阮啥物都无，我人上高档。吼，较早真正有一人安尼讲呢。哎呦，才有可能安尼讲，就即款人呢，就刁工要甲你惹给你听。人阮啥物都无，人阮就上高档的。吼，都有遮个专门讲刺激、讲讽刺，啊要做刺激当个做人，非常之毋是无啊。那我做来讲，天气是你因故啊！你看我天啊，天故都来因伊啊！哦，就这些天气诶，哦，到最后拢给丢掉啊！所以呢，布施是大根贪啊！你也做高德做当生的人哦，佛陀讲咧做布施啊，你根贪就再净化掉。所以布施呢有七种德行哦，来看好。第一，谢谢福德积聚。第二，人天何时？第三，所求如愿。第四，得片万意。第五，容食圆满。第六，所言人性。第七，佛道日成。注意，安尼看有明显吼，讲布施施舍有七种的功德哈。好，第一，谢谢福德积聚。你来生哦，你的福报因缘，拢总如你所愿，下呢来继续就对。你看有人出世了呢，唔是伊敖，唔是伊强，是业力助缘牵引，投胎是好家人，还是富贵因导遇呢？哦，世事福德继续。第二，人天何时？人间人看有德行的人，当然个何时啊？龙天护法，天龙八部助人的护持，这是善良人，会喜气的人啊。过来所求如愿，因为平常时多生累劫有个布施喜气，所以呢，来世当中你所求的，拢如你所愿呢、啊。过来，你多布施多喜气人，得片愿意啊。讲哦，你大资善家，有德行的人，你的名声就遍满啦。哦，不论是远近，人人讲哦，某某些人，古早人叫冤鬼啦，即卖人叫大资善家啦，做真是好代志，人人称赞，人人侮辱。哦，百万名中有一个足好善终，来世个大富大贵啊。哦，福报绵延不间断呐。过来布施喜舍，第五个功德叫啥？容食圆满。哦，因为伊啊，逐天生活伫个布施喜舍、法喜充满当中啊，到尾心灵转向，渐渐伊相貌、福报呢就现前啊，慈悲相就走出来，气质就走出来。修行人应该有风范，哦，应该有诶，即款呢，哦，度貌就走出来。叫啥？容色圆满啊！伊容色等于伊肤色啦、相貌啦，就渐渐圆满。啊，所言人性哦，伊啊讲话伫大众人群都分量，一言九鼎啊！讲话是讲话呢，定乾坤，人人相信的话呢，相信会落来。啊，有一个人讲话种，拜托个啦，讲高声个咒诅。啊，人个唔相信伊话呢，迄款人就食烂咯。不但是大众人群讲话无分量，可悲痛苦呢。我相信伊嘛无爱呢，但是无奈，迄是家己自作自受因果啊。所以呢，你啊多布施多喜舍，伫大众人群讲话就分量，因为你堪因大众结果善缘呐。这是好人，当然咱相信伊话是正确的啊。过来多布施喜舍的人呢，哦，福德日成，因为累积伊福报嘛，哦，一直欠，一直累积，一直欠，一直累积，福报渐渐圆满咯，功德圆满咯，慈悲智慧拢总圆满咯，信心愿力具足咯，到最后，明心见性，福慧圆满，比地祥云。
空有不离，实相的道理完全圆满证悟于啊。最后成佛，那就是正说吼，所以布施、喜笑七种的德行，搁念一遍啊。第一，世事福德具足；第二，人天护持；第三，所求如愿；第四，得偏完矣；第五，容色圆满；第六，所言人性；第七，福德日成。哇，时间到咯，好，这个精彩哦。哦，那么这个高调欢喜的时，听啊，等入骨的时，入心的时呢？时间到，再见哈。那明仔载第十一讲，地藏菩萨，公说因果，再会。